唉，点啊？又唔够你打，俾你系全校冠军嘅，使乜讲？呢个球拍啊，跟咗我2年噶啦。唉，第日我过咗加拿大之后，睇怕都好难揾到个好似你咁好嘅对手噶。你想见到我啫嘛？容易啦，带埋佢过去，送俾你嘅。送俾我？唔得，个球拍系你嘅命根嚟噶。咩当唔当系老友先？你两个男人真系婆妈，啲嘢送嚟送去噶。哎呀，唔通我离开两年咁耐，你一啲都冇唔舍得嘅咩？ 两年时间都快过啫嘛，而且你读硕士，都系为我哋将来着想噶嘛。人哋话人生得一知己咧，就死而无憾。而家我有个咁好嘅知己，有个咁了解我嘅女朋友，你话我系咪好幸福咧？Happy birthday！Thank you。咩嚟噶？飞机大炮。切，懒神秘。Michelle，你唔中意啊？唔系啊，旧年生日 ，Ricky 都送个手链俾我。 我成日有种感觉，好似对 Ricky 唔住咁。不断菩萨。Auntie，Jason啊，系啊，拜完噶啦我。哦，我帮你拎佢啊。Auntie 啊，点解今日咁开心啊？仲偷鸡还神嘅？点解？你睇下边个翻咗嚟？Michelle，Ricky，冇可能嘅，5年啊，我同你已经5年啊。 唔通咁都俾唔上几个月嘅感情？但系时间长短唔可以代表乜嘢噶。我同佢一齐，我先知道自己中意嘅乜嘢。呢啲根本系你嘅借口。佢究竟系边个？George， 你知佢系边个噶？你实会帮我噶。你同我一齐揾佢，唔使揾啦。嗰个人就系我。吓？系你？冇可能嘅。 话俾我听系假噶啦，唔会系你哋两个噶，唔会系真噶。对唔住 ，Ricky， 系真嘅，你原谅我哋啊！哼。